为了职业开拓界优先产品的海外市场，今年更加进一步到香港连锁超市设立专区来行销，整合行销铺货通路，把界优质农产行销到海内外市场。一般我们这 wasabi 的盐我们都会认为说是沾、一些比较生鲜的东西，那现在沾水果，那个味道也不错哈，整个水果的味道吃得到，然后整个 wasabi 的味道也吃得到。嘉义的优先在世界的接触度，那把我们精致的优良的农产品，那能够在地方上长久的可以建立彼此消费者的关系。那我想，那如果这样的关系能够建立的话，就可以长长久久的，我们有一个正式的通道，可以让我们的产品跟日本、跟香港、跟全世界其他国家。能够享受到我们最好的产品。记者会当中，佮邀请到香港超市和王章良来现场连线，分享家优先专柜设置和促销优惠活动。整个卖的询问度高，那个下手的到底多不多啊？多，真的哦。那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嘉义优先的这个专区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镜头在拍哦，讲话小心一点。极光是不能试吃的，极光只能情况麻烦试吃。我讲极光吃到的人，一定都好吃的，那个口味是超越国界，好不好？广府继续把欢迎电商网络采买管道，辅导30间业者上架电商的平台加优先专区，海外消费者会当透过网络直接落单。和小农贸机会透过网络加入国外网络采买供应链，增加多元的贩卖管道。记者黄美佳，观察报道。